3天，不见不回。现在这样鬼样子，那家还有地方？你讲你要讲。冷静点，坐下来慢慢谈啊。我来不是找你聊天的，我问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在改变着我自己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改变的不是你自己，是整个集团。我们要骗更多的人。你知道今天报纸登的是什么吗？跟你住的那个女人是吗？我啊，没事。报纸都登了，怎么可能没死？我的天哪，跟你说话真是浪费时间。哎，有东西要告诉你。要不是你这样早回来啊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。再说这个家是我的，要滚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愿意这样子搞我就可以了事了，如果你是女人你才会体验到这种痛。你疯了，给我滚。哎呦，他只是我的前女朋友，然后他就回来拿东西帮我妈，然后就看到我们家咯。可是啊，弄疼。好了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哎呦，不疼不疼不疼。他还会回来吗？不会了，我换锁头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，要不然我们就搬家。我相信你。嗯。
是钱的烦恼。钱嘛，你要多少？你要多少，我都可以借给你啊。不止小数一位。讲来听听。100万。100万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借给你。会不会委屈你啊？好啦，现在都要，我要走了。我在这几天就会先到你的户口。好，谢谢你。下课，走啦。喂 ，Andy 啊。喂，钱怎样了？哦，这次有了，肯定有。真的吗？你那时是这样讲哦。是啊，这次我钓了条水鱼，他很有钱的，真的真的。这次不是开玩笑啊！再不进钱给我，我过去就上门找你。OK OK。喂，
Christine Mills。Christ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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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lls。